们要如何去善待出生的师兄师兄呢？先把自己弄正才去善待，因为你自己都不正，你带不了别人的，明白吗？那他下一个问题，他在问我们可不可以多观察和多加留意，以防出天师兄一错再错，还是远离或不离他们呢？还是在定义其他人有没有出天？这个问题他问。找一些比较有能量的啊、大德去度他们，较好一点。你像自己觉得自己都没能量，就不要去弄了，弄了之后反为不美啊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。我们可不可以跟各位师兄一起佛法？一方面可以跟度他们，一方面可以以行动来引导他们更多的方法。这种方法可行吗？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方法呢？请师父开示，感恩师父。想想要应对那些佛语有没有修开？不要去管吧，先把自己修好吧。好吧。这个是系统问题，是他是进行这条问给你的这个师兄写的。对呀、你自己还没修好，你怎么去辨别别人修的好坏呢？对不对啊？去看自己去哪，去看自己身有没有修好。对呀。师父，如果同学能够领一个位师兄，弟子认为这个做法惭愧，一个学佛人会让各位师兄领无反身之路，弟子这个理解对吗？他讲，如果这个新朋友在同学他离开他，又要跟他一起，这种做法对吗？啊，当然对的了。他修别了，你再跟他一起，你跟他一起骗啊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不好好修了，他已经偏掉了。啊，他走火入魔了，你再去跟魔在一起啊？听得懂吗？好了。好，明白。好了。他今天这个师父当弟子发觉自己是可以啊，遇到同修师兄能够隔离，弟子会觉得很无助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难关？请师父指点迷津，感恩师父。指点迷津就是能够尽量找很好几个人一起去说服他，说服不了就只能放弃呀，暂时放弃，他就成为无缘众生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。再稍微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远离他们会担心他们不悔改，又担心他们误导新的佛友，也担心他们有损心理法门的名誉，请师父慈悲指导和劝教，感恩师父。是啊。还等讲一讲，要怎样劝教这种修偏的佛友？修偏的佛友暂时要放啊，没办法，要放掉他，不要让他到观音公修组来。因为这种人很执着的，他不会以为他自己是修偏，他觉得你们都修偏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的眼睛要是斜视的话，他看人都是斜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看他，你怎么眼睛从那边看？我跟你讲话，你怎么不对着我看呢？其实他的眼睛是看着你，但是他的头是看那边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去看那种修偏的人，觉得他很可怜了，真的很可怜了。他不觉得自己做错的，你去劝他的时候，就你劝他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自己。好像我修偏了，没有的，他没这个感觉的。他觉得你们修偏了。对了，现在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斗鸡眼，他看出来都是两个人。然后呢，你跟他说明明我是一个人，你说你两个人，你是双胞胎。明白了。